这个地方，就是说它一直产品没有产品，产品在旁边的话，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处理啊？在这个自动状态下啊，我们就直接对着这边这个手动页面啊，手动页面，然后点一下这个填密格，就是说载到定位啊，啊复位之后点这个载到定位啊，它这个就会走一格，就会把产品会走到这里，走到这里之后我们再点启动啊，它就会抓产品。如果说我们是最后一盘这个产品编完了之后啊，当那个盘里面没有产品，数到这里还剩一个产品，但是我们机器又停掉之后啊，我们想把这个产品直接取到这边来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在这上面按这个登机通过，按了之后，然后再按启动，它就会把那个产品给取过来。他就会把这个产品给取过来，直接给取过来啊。我们现在放这个吸水杆啊，这吸水杆是可以拆的，如果说你放吸水上面的那个放吸水杆的话，就直接拿个螺丝刀把这个对着这里把它拆下来。把这个拆下来之后，下面的杆子它就出来了，然后再把这个换上一根之后，然后这个槽啊，这边有个黑色的槽，黑色的槽的话是对在这边的这个螺丝孔就可以了，对着这个上面的螺丝孔，然后换上之后把它锁紧。三个的话是这个镜头，吸子的话很简单，直接这样，一下一拔，然后换这个大的吸子，直接把它按上去就可以了。这个的话也比较简单，直接把下面的这个大的来换上去就可以了。下面的这个是调焦度的，到时候就可以看得清调焦度。这个是用的大产品。